city of mine. How I love, how I love the city of mine. It never gets me down, city of mine. How I love, how I love the city of mine. It never gets me down, yeah. I was born in the city, I was raised in the city.大家所见，我刚刚已经整理好了行李了。我等一下要去搭高铁，然后今天要去高雄。为什么要去高雄呢？因为之前 BB 叔他们不是在高雄有办一个快闪店嘛，就是在汉神百货那边。然后这次呢是要在汉神巨蛋，就是另外一间汉神。虽然我没有分得很清楚，但我知道就是不同家就对了。要在汉神巨蛋那边开幕，就是我后面这个音响。BB 叔叔跟他大姐是上个礼拜就去高雄准备了，我还有 BB 叔叔的二姐跟二姐男朋友还有大姐的老公，我们几个呢就是会陆陆续续在这几天抵达高雄。除了在高雄待个两三天之外，我们还会去一趟台南去看一下开幕，然后顺便去玩。我就是很爱跟，那如果大家对这个音响有兴趣的话，也可以去逛一下汉神巨蛋的实体店面，顺便打一个广告。然后我刚刚已经帮我的植物全部都浇了一些水了，因为我怕他们我不在这几天可能会干掉什么的，但应该是不太会啦，因为我房间这边都会有落地窗，然后窗户大部分都是开着的。最近又在下雨，所以那个雨都会飘进来。我刚才有交代我妹说记得要帮我喂乌龟。对，然后这次非常的聪明，就是呢我没有直接先买好票，因为我买好票我一定会像上次一样就是匆匆忙忙，然后最后还赶不上高铁。我这次呢就是决定我到那边之后再直接现场看有什么车可以搭。但我刚刚有稍微看一下，因为有些高铁的停靠站有点太多了，可能会开个两三个小时。我有锁定一台是6:30的车，然后大概是8:00会到。那就带大家跟我们一起去高雄跟台南4天3夜，出发。哒，结果还是没有搭到6:20的，我改搭6:40的车，然后我就直接在那个我的手机上面订好票了。等待的时间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托特包里面装什么东西。这个是 Selina 他们品牌推出的托特包，然后呢我带了我的眼镜，因为我怕在行李箱里面压坏，所以我就直接放在托特包里面。这个是 Gentle Monster 的，就是我平常戴的那个黑框的眼镜，然后还有酒精擦、鲨鱼夹，鲨鱼夹超级无敌方便，跟我的 iPad， 我想说等一下可以来看 YouTube。然后呢，这边就是一些防疫小物，我的酒精喷，这是我刚刚分装的，它里面是75%的酒精，然后还有这个口罩，就是我现在嘴巴上面戴的这个，嘴巴上，我现在脸上戴的这个口罩，跟我的一个补充水分的圆锥。好，还有什么？其他就是什么卫生纸啊这种小东西，还有我的耳机，我每次都差点忘记带出门，没带着它的话就会超级无聊，整趟都不能听音乐，不能看影片。3次来高雄了，最近真的是超级无敌常来高雄。BB 叔叔他开车来接我，然后我要先找一下路。
你们看我今天穿的根本就是店里面的衣服，哈哈，黑色裤子跟白色衬衫。哇，超大一间耶，在二楼。简单的带大家参观一下店里的环境，然后我们等一下应该会去吃宵夜，还不确定要吃什么东西，我非常的饿。现在百货公司已经快要关门了。哇，它里面真的好多奶油。简单的跟大家 room tour 一下。首先呢，走进来的右边这边是厨房，然后有冰箱，还有瓦斯炉，可以自己煮东西，很不错。然后还有一个这样子很长形的台子，可以在这边用电脑化妆。它还要给一个 LED 灯，然后吹风机跟吸尘器都是 Dyson 的，这边非常的乱。然后这个门打开来是厕所，厕所里面还有洗衣机。这一边就是一个小小的客厅，有电视跟沙发。这边有一个房间，房间一样有桌子椅子。最后呢，就是我跟 BB 叔叔睡的这一间，它很像一个小合室，然后像是两张床并在一起，也是非常的乱，请大家见谅。还有这个没地方摆的行李箱，大概就是这样子。我等下要去汉神百货那边，因为 BB 叔叔的二姐他们已经到高雄了，然后我刚决定晚餐要吃刘家酸白菜火锅。这个超级好吃，这个超好吃的，这叫什么？用炒的酸菜炒猪肉，这个那种非常强烈的锅气，嗯，还有锅气，锅气手平，让你吃到，你是个奇迹。Puzzle looked in your eyes, got in all kinds of trouble. 16 days and yeah. 反正呢，我们今天就是要出发去台南，然后完全没有想要去哪里。我要吃阿辉黑轮，我想好了。有，他我要喝甜柚鲜饮料店，我想好了。就只有这两个，然后我们其他什么行程都完全没有排。就看看等一下会发生什么事了。可以看看吗？那条乌龟是在我这边。超多乌龟了，这边我们在龙虎塔。这边也有上水，在玩滑水。哇，它是哇，可以玩耶。对。I'm going so insane, thinking about where you and I go. Three kids seems like forever when you sit and think of.嗨，大家，我们呢已经到台南了，然后刚才车上都在睡觉，哈哈。我们现在要去吃一间叫做阿辉黑轮的，是
BB 叔叔有一次在高雄搭建车的时候，建车司机推荐给他的店，超酷的，他在一个铁皮屋这样子的地方，生意超好的哎、欸。我点的这个很好喝哎、欸，它叫做花蜜青柠香清茶，它是气泡饮。还来买这个诺夫米糕，那边好可爱哦、喔。我们现在要去一个花市，叫做南门假日花市，因为现在刚吃饱，然后不确定中间要干嘛，所以呢，我们就去逛逛花市。他是什么？直达先生。哇，看起来很好吃。这是什么？西瓜。看起来很短哦。回他。今天后来觉得太热了，所以我们吃完冰之后就先来饭店 check in， 然后洗个澡什么的，等一下晚一点再出去吃晚餐。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房间，走进来右边这边呢就是一个洗手台，它洗手台在外面，然后浴室在里面。这边就是我们的床，还有电视、床头柜，这边还有一个比较长的这种沙发躺椅，然后这边的话呢有一个全身镜，这个是在门的左边，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厕所的部分好了，耶、yeah ！然后这边有一些水啊、吹风机啊、热水器，还有杯子等等的。厕所长这样子，一个淋浴间，然后马桶，大概就这样。这好厉害哦！它可以吊起来摇。我从来没有看过有人点这个哎。我也没看过有这个哎。还有这个，请加长的水果。我们吃饭之前先来 Park 2这边逛一下，这边很多漂亮的植物哎，还有市集。
餐的那一家叫做好菜，好像是米其林，是必比登还是米其林，其实我不太清楚，反正就是听说很好吃，是米其林必比登哦，米其林的必比登。在哪里啊？叫做好菜啊，好像往前我们好像走错了，他们刚刚就走这边，应该没错吧。